省长陈毅，还有咱们各位长官，还有同志们各处没在这的，大家晚安。我对这个人工湖的看法哈，我想上一次哈，我们在这做说明会的时候，处长也在这主持。我引用了一个经典的那个故事，吴三桂骑驴入关。然后这次呢，虽然说看起来你们这个规划里头哈有做修改，但是给我的感觉还是一样，也是经典的故事，《木马屠城记》。你们解释这个还是把危险性还是放在我们这个部落里头。我想很多很多地方，如果说我们不仔细去看的话，真的是我们部落的未来，我真不想是要何去何从，麻烦一下不成功。好，第一个问题哈，我想请教一下，我们这个顾船工它到底有多高，有没有高出这个河床面，它的宽度有多宽，长度有多长，可不可以第一个问题先马上做回答。那个顾船高一大概两公尺左右吧，高度高度两公尺，河床面高度没有吧？没有，它大概就是，它只是为了巩固我们的取水的高度而已。它还没多出。没有啦。那它这个现在多少高这样子而已？它99.8，它的高只是99.8，然后这个整个水里演算，我们都有去经过详细的计算。没有，我意思说它有没有高于我们河床面？这个库床高。是我们要把这个河床啊稳定到我们分取水口那个高度，那你要是但是你说好像它有高度就对了，没有拉高起来，跟现在没有拉高还是拉高，跟现在河床高度一样的，跟现在河床高度不是要做那个取水的，不是，这就要把那个河，我是怕这样子就会代表，我是怕说河床久了会刷灯啊。所以上升的时候，那我们取水取不到水，所以必须做个库存工，让那些水就不会长那么高，所以取不到水。这样，而不是去做一个主体，不是主体取水，绝对不是水啊！好，谢谢处长。然后刚刚各位讲的，那个库存工